你自己就来了哈。好，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角黄立格，欢迎。先给摄影大哥们一点时间，然后好好的捕捉你帅气的照片。那我们先在中间，然后开始，你视线可以从左，然后开始看右，看到右边这样子。哎，对对对，慢慢机械式，你可以摆出很多跳舞的 pose， 或者是帅气的样子。好，那我们就先从左手边开始看起。好，多摆几个 pose 哦。好，再慢慢转回中间。好，好，再换第二个 pose 啊。来第二个，其实我们正常台湾这个跟媒体见面大概会摆800多个 pose， 对，800个而已哈，所以你可以开始，比较紧张，好，好，第二个 pose 是剪刀手，好，刚刚是站嘛，对不对？好，现在是剪刀手，好，一页，好，第三个 pose， 三。我想看比到99的时候会是比什么样比，还真的有啊。好，比那个 rocker 的姿势好了， rocker 跟嘻哈的姿势其实都很像。好，好，两手叉腰哦，这是帅气的样子，这是英雄出来的那种感觉。好，右手。好，再看一下中间，在这边。好，我们还有那个第二排的摇滚区哈，第一排是摇滚区，第二排是看台区啊。好，我们再摆一个那个跟新专辑名称同名的煞西煞的姿势，好不好？怎么比？哇，考倒他了！哇，就是这个厉害，你们怎么很像是刚刚最近是嗓子叫哑都没有声音，要不要？可以叫，试试看，叫一下看看，这么帅不叫怎么行？来叫，来一二三，哎，比出帅气的样子就是要叫，才会有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把麦克风给我们的李格。好，我们先请李格跟大家问好。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李格。哇，哎，尖叫，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好像我们要倒带重来一遍那种感觉啊！他们最近慢半拍是看到你太兴奋吧？就可能今天就你给的工资不够，给的工资不够，还有李格。其实我觉得李格真的很特别，这是你第一次在台湾跟媒体见面，对不对？对对对。所以现在的心情很紧张吗？很紧张。怎么紧张法？就是紧张的我都摆不出很帅的姿势来了。其实你刚刚随便乱摆都很帅，帅不帅？你看这个观众讲的是真的是诚实的，又要涨工资啊！好，真的是很有趣。我知道说台湾的粉丝朋友们想要见到你，真的是已经期待很久了。那我也知道说你私底下有经常来台湾，是不是已经这一次是第三次嘛？对，第三次。所以前面两次做了些什么事情？前两次也是跟他们一起，跟他们一起见面聊聊天。是，那听说这一次来台湾好像更特别一点，好像要去游船河，是不是？对对对，今晚有跟他们就是在游艇上面一个自助餐的一个活动。哦，所以跟粉丝朋友们的互动是这么的特别，然后可以一起跟你搭游艇出海，然后吹风，好浪漫哦！要不要加配音乐这样子？我刚才在跟他们聊说，是不是你坐在那个船上的时候，然后在那边唱那个哥哥坐船头啊，妹妹那首歌，是不是？或者点一首就是《My Heart Will Go On》。哇，铁达尼号这样子，对对对，我想要不要找个人来示范一下？现场先示范，要玩什么？我是这样。你被爆了是不是？爆了，你被爆了。好，所以今天晚上可能粉丝朋友们都有机会可以跟你这样互动。那我是要说，隔一天还有见面会，对不对？对对对，隔一天有那个就是，我的一个公演吧。嗯，那在公演上说会听说好像会演出很多你过去的一些自己现在所做的歌曲。对对对对。哇，然后我知道你从小就很喜欢台湾的一些影视文化跟音乐嘛，有没有特别欣赏谁？潘玮柏。哦，潘玮柏。啊，讲过就不要讲了。所以会唱他的歌吗？会啊。哦哟，就是还会跳舞。对，
哎，你们不要这么，你们卖自夸的感觉是吧？对，留点话给他讲嘛。我们现在开始来访问火龙果好了。好，那其实我特别的想要问说，为什么连粉丝朋友们他们都会叫火龙果啊？就是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就是我的拼音字母嘛，黄礼格嘛，是跟 HLG， 然后比如说我们上那个拼音输入法的时候，刚就打了这三个字母，会出来一个，哎，一个是以前是好老公啊，坏老公哦，火龙果，欢乐谷，就类似，然后现在不一样，现在一打 HLG， 哎，第一个就是黄礼格啊，所以后来觉得哎，就用一个水果的名字吧。所以你有吃过火龙果吗？对啊，温州有火龙果。有，我跟你讲，我吃过那个白心的，对的，还红心的。红心的，对，有。我跟你讲啊，像这个饭店讲那么恶心，就不太好。不会，不会，大家都没吃过，没关系。对，就我之前有一次，就一个粉丝朋友是送了一个一箱红心火龙果啊，然后我就哎，我好开心，我给吃了。吃完以后，然后我上完厕所的时候，大出血，就大出。那天正好吃坏肚子了，是，所以就，好，吃饭的就当。我第一次来跟台湾媒体见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私密的事情，真的是很有诚意啊。对，其实我知道说这一次来台湾，你刚刚讲到红星的火龙果，这一次也是来担任红星智慧的公益大使，对对 对, 对，所以能够来台湾，然后跟一些小朋友互动见面，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就是又紧张又有点不知所措，我因为小孩子就是真的就是，如果你跟他们就情投意合的话，对，他们会跟你很开心，跟你一起玩。是，尤其小孩子就很高冷，就比如说，谁呀？啊，对，让我都这么白痴干嘛？哦，所以你觉得自己等一下待会要跟小朋友互动，你有没有心里准备一下，怕小朋友都不理你，会不会？应该不会吧。哎，对，都是一伙小朋友。对对对，都是小朋友，都是小姑娘。是啊，那就不怕，那就不怕，是不是啊？好，哥哥已帅走江湖的。好，那我当然还知道说，今天除了要跟红星这位小朋友一起做公益之外嘛，当然我知道说你最近在中国也是出了你自己的新专辑嘛，对，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虽然台湾的朋友都可以有机会去认识。OK， 对，这次我在那个发了一个我自己的个人首张实体的 EP 嘛，对，然后里面有五首歌，然后主打歌是萨西萨，萨西萨这个在我家乡浙江温州的方言里面是帅的意思，非常帅，就是帅，就萨就是帅，西就是表示非常，就比如说在温州首访一个人，哎，去温州玩了，是，哎，我觉得你很萨，啊，如果他觉得你萨还不够，我觉得你萨西萨。啊，就是啊，哦，就夸你真的很帅的意思。那你们觉得，那什么？哎呦，哇！得不得了啊！好，谢谢介绍了。打这个电话订购啊，萨西萨。哦，就是这个是我的就是嘻哈版本的那个专辑里面。哇，这挺帅的啊！啊，这里还有。哎呀，天哪 ！Oh my god！就是，这你总共出了八个版本是不是？没有，一共出了三个版本。三个版本，好，我帮你拿一个好了。Okay, 你可以拿一个。先挨个介绍。好，现在这个呢就是嘻哈版，嘻哈里面就是，其实三版的歌词这个歌曲其实都一样的，是，只不过就是一个就是在歌词界的写真是不一样，这是偏嘻哈风的。好，这个嘻哈风，那这个来，这个最后。好，这个最后，这个徐志摩嘛。最贵，应该是最贵。啊，这最贵啊！好。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因为萨西萨这几个字体是比较偏那个中国风的是元素，然后最后这曲就一个是中国风的一个穿的比较中国风的衣服这样子，然后还有这个好，这个就不得了了啊，这穿西装了，对，这个对西装应该比较贵啊，这个，因为这款的话就是限量的，就是限量1019份啊，是一个，而且那个包装盒很贵啊。很贵啊，包装很大很大盒，对，就是买 CD 然后后面还送一把吉他那么大盒，就是个大盒里面有写真，还有一些就专门的写真，是一套的那些，啊，这个的话1019份，上架多长时间就没了，哇，所以就以后这辈子就那么1019份，好，这个我就留着，这两个先还他嘛，好，哎，真的很特别，所以一次出了三个版本，然后又带来一个全新的名称叫做萨西萨，然后也希望说台湾的粉丝朋友们还有媒体朋友们也可以好好的记住，多多关注李格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红星智慧的秘书长来颁一个感谢状给你啦。好，让我们欢迎我们红星智慧的秘书长。好，我帮你拿一个。
好，这个有限量，所以名义上叫做锦旗，你可以拿回家，公仔不能拿。因为你知道，玩嘻哈的人都很喜欢玩公仔，你知道吗？我好怕那一只被他拿走。好，我们一样看一下中间。好，看一下右手边。啊，右手边这边，对。好，好，还有左手边。好，我们先谢谢秘书长，然后紧接着呢，这个时候重头戏就要来临了。听说你是灌篮高手是吧？来，我来让好好的自己介绍一下。就是长得比较矮的灌篮高手。而且我刚刚听粉丝朋友们说，好像你在上海还单挑过那个篮球之神嘛，对吧？那个之前在也是一个慈善的一个活动嘛，对，然后就是跟艾弗森还有跟唐志忠、王阳明他们，然后一起打的比赛。哇，所以都是打那些 NBA 的球星，他们都输了嘛？就是对，我们赢了，我们啊，对啊，我说他们都输了嘛，虽然我一分没拿，所以你没有拿到分的啊。但是哎，看他们说我，他们夸我防守还是不错的啊，对面都是 NBA 的大将嘛，黑人啊，对啊，就气场就。哇，好，那我们要不要先来秀两招那个球技，然后让媒体大哥们看一下？就在餐厅秀这个？对对对，有砸到人吗？不会啦，大家赶快做网子，赶快避免被球砸到。好，来，我秀一下。好，气不够足，对，气不够足才能考验一个专业的篮球员怎么把球在没有气的情况下打得好像很有气的感觉。哇哦，这一招叫做什么？鱼跃龙门嘛。好，哇，哎呦，果然真的是哥哥有练过的哦。哎，哇，这一招我刚刚都没看到哈。这个时候我要请小朋友来了，来，我们请我们所有的小公主们赶快出列。好，这个时候呢，要在四个小朋友面前，你要怎么样瞬间虏获他们的芳心，然后用你帅气的球技，然后赢得他们的目光跟掌声。撩妹。对，要撩。好，小朋友，你们看一下哥哥嘛。你要不要麦克风？好，不要，有点紧张啊，没撩过这么小的。好，我应该都叫叔叔了吧？叔叔，你在说什么？你说什么悄悄话？他说：“这个哥哥好帅哦，真的假的？你刚刚说我为什么春雨真的？你刚刚说什么？他说是你说的，来大声说，你刚刚说什么？这个没有说，他没有说，明明说了，我看嘴巴说这个哥哥好帅，有吗？有吗？有吗？刚刚谁有读春雨？是你哈？好，等一下，我们先看哥哥，来，我们看一下哥哥，我是要就是，如果你们觉得我表演的好，你们就鼓掌好不好？”你知道女生哦，一开始都是要有点矜持的，对对对，对对对，不能太快就这样子得到。这样啊，就是一会儿，如果我们之间先做好一个承诺，好不好？如果我觉得你们又可爱又漂亮，我就给你们鼓掌；然后你觉得我帅，你就给我鼓掌，好不好？所以我先。哈哈，哎，那他们笑了，意外啊，意外，意外，意外，这么帅，有没有？帅不帅？哎，有，他有说话，我出声的。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欧美的说唱歌手没有像我这么戴手饰。对对对，马上回去就变成一股新的潮流啊！以后首饰戴在哪里？项链戴在耳朵上，然后那个耳环戴那耳环插在喉结中间，哇，那很痛。哎，真的。好，刚刚真的是意外，不是你故意去的。啊，真是意外，真的，我以为想说，哇，现在这一招是很厉害，学起来，你知道吗 ？OK， 好，你们看我一下好吗？你们，那个，这样吧，你们平时喜欢唱歌吗？喜欢。你喜欢唱什么歌？
我笃定他会唱的，你不会。你会唱什么歌？两只老虎。我不知道这年代还有没有两只老虎这首歌，好像老虎都已经送到动物园了。你会唱什么歌？那你呢？你不唱歌的，牙齿不够，唱歌会后音，会有风。好，那现在继续交给哥哥。OK， 好啊，那个这样，那个我们来做个配合好不好？先帮我球拿着。好，帮哥拿一个球。好，哥哥要变魔术了。哥变魔术了啊！他要吃掉篮球了。要刀叉吗？喂，你们喜欢看打篮球吗？喜欢啊。喜欢是不是？你好，你们想看哥哥打篮球吗？那要把球打到什么样的程度？打到月球去好不好？好，他想要看篮球打到月球，怎么打？哇，先脱衣服了，好了，太认真了，好，认真了，来啊，看好了。看看哥哥会不会把球打到另外一个哥哥的头上。好啊，也别忘给我们摄影记者一些那个画面啊。有没有厉害？有喂，哇，这一招有成功奏效，再来，要不要来个大招的让他们吓到？你好忙，我会让大家吓到。好，让大家吓到。OK， 等一下，梅梅再过去一点哈。他说那个中间这样子还可以。好，梅梅再过去一点点。好，再过去一点点。好，停，好了，来哦，把你们的小眼睛赶快看着哥哥。哥哥今天好帅，为了你们衣服都脱了。哥哥现在在想应该怎么打球，他们是感觉都帅啊。好 ，OK。我想明天游艇就今天晚上游艇就取消赶篮球场见好了。这样好不好？因为我记得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是我也开始拍皮球了。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我有这么拍的。啊，我懂，一开始手很小，都是这样拍，没错。你们会拍皮球吗？咱们这样好不好？咱们做个互动好不好？咱们就我拍给你，你再拍给他，你再拍给他，你再拍给他，他再拍给我，好不好？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他球已经在地上滚了，不信你试试看。是的，好啊，真的。好，来，好，你接住，要接哦，记住吗？来，好，二三，拍。你看是不是就结束了？对不对？就在地上滚了。我是不是跟你这样说的？好吧 ？OK。好，再来一次，好，再来一次。好，哥哥现在好热。啊，他们也暖身，试一下。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球气的缘故，因为他小孩子就是力气会比较小，对，会一拍就用力点。所以我们帮他换一个，来保龄球，来快点，拿保龄球来。哦，我可以教你们，哎。好，那这样好吧。哥哥好累。那个，但我不知道他们管不管用，没事，我们先给你看。以后如果你们看到有人这么捡球，比如说一般投在地上，对不对？有些人会这么捡。好，怎么捡？来看一下。啊，双手捡起，是不是很不好看？就很像要上厕所的样子。对，像上厕所。对。所以以后如果有个男生在你面前这么捡球的话，你们要记得啊。你们就不要跟他联络了。所以得这么捡球才帅。好，怎么样捡球才帅呢？球在这里，看哦。要注意咯，我示范了两个动作，先示范第一个。哇，有没有看到哥哥怎么把球捡起来的？还有一个。好，注意哦。好，那这个时候换他们了，来。有点为难他们好不好？你来，你帮我示范怎么把这个球捡起来，好不好？好，你把球捡起来，然后拿给哥哥，你看对不对？马上奏效，就可以这样。好，对，可以这样。有没有这样球就捡起来？有没有很帅？好，哥哥这样帅不帅？帅哈！谢谢你们。
好，哥哥累了。那好，哥哥累了，来，我们过来一下。哥哥，哥哥，我们要来跟哥哥照相了。我要问一下好了，我们一起说，你们觉得哥哥帅不帅？帅。真的吗？那有谁想要嫁给哥哥的举手？都想。完蛋了。然后那个订好机票，回去了。这个住温州，这个住泸州，对对对，常州。温州、杭州。对。好，那我们跟哥哥一起拍个照，好不好？好。好，来拿个球吧。好，拿着球。来来。好。你要穿外套还是不穿外套？不穿好了，好，不穿我帮你拿一下。来，我拿一下。来这边来，妹妹看这边来。好看前面哦。那有谁想要亲哥哥一下？哇，那他来台湾那个初吻就这样子被小朋友给夺去了。好，看一下中间。好，还有右手边。好，那我们来举手问问看，有没有人想要亲哥哥一下？谁想亲哥？只有一个机会哦。这个亲完之后就很厉害了，他们都很想亲，亲不到哦。有谁想举手？一二三，好，就是你了，对不对？你说你想亲是不是？好，那要不要亲一下看看？还是要一起亲？你想要一口气被四你的感觉吗？他们觉得亲这个哥哥嘴巴会烂掉。不会，会不会烂掉？不会嘛。那谁想要亲？哥哥脸上应该是咸的。还是你想亲吗？那你要不要亲？你也不要亲？那哥哥亲你们喽，不选就是哥哥亲四个喽。好了好了，小朋友真的是很可爱。好，我们先谢谢四个小朋友，谢谢。谢谢哇，小朋友真的相当可爱，你知道吗？所以初步的跟他们互动下，你自己现在心情是有什么感想？像好像不太受女孩子的欢迎嘛。还好了，可能就小孩子就是他们长大以后会更后悔。对，他们会后悔。好，果然非常的厉害。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请李哥帮我们去呼吁一下，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做爱心嘛，捐出小小的零钱，然后就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去筹募三餐。那我们请李哥帮我们呼吁一下。就是，其实一块钱其实也不多了。对，如果你有钱，可以赚好多，对不对？是是是。对，因为就是帮助很多孩子，可能就是说，在一般人来说，觉得我们的一日三餐其实是很正常的。对，一些家庭真的特别需要说我们的一些帮助，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说一天就是可能能吃上一日三餐，但反而他们就伙食会不太好，因为小孩子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对，也需要营养，所以咱们就献出爱心，所以要支持一下，就给每个孩子就是吃好喝好，健健康康的，然后就是长得白白胖胖。哇，还不掌声鼓励一下？哇塞！你们的欧巴讲那么感人的话，我突然跟刚刚他的形象完全两个人不同这样子。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粉丝朋友有个东西想要送你。哦，是吗？对，这是我刚刚都完全没有跟你讲。那我们请我们的粉丝代表出列一下，他们要送你什么呢？一杯红通通的，让你喝完之后打出血的火龙果汁。好 ，OK， 好，谢谢。我说干了吗？可以啊，看你啊。是干了吗？啊，运动员口渴嘛。好，这个还是这个，我帮你拿掉。嗯，很甜嘞。这个季节当季的比较丢席啦，我们台语叫丢席。丢席啦，就是刚好那个这怎么说？季节当季的最好的时候。哇，黄礼格喝。粉丝送的火龙果汁，应该说黄礼格喝火龙果送他的火龙果汁，哇，立刻干杯耶！哇，喜欢这个水果，真的爱耶，因为是火龙果。好的，这杯子我们下礼拜在网路竞标哈，他谁要？那他要是不是？好，那我还是想要透过这个机会，好，有什么话想要跟台湾粉丝朋友们说的？说心里的话，心里话是吗？对。然后，因为今年其实，
八月份开那个开演唱会的时候，是，然后就有台湾粉丝就说希望我能来台湾，对，然后那时候我也答应他，我说今年一定会一定会去，是，就哪怕有什么困难也会克服，就哪怕就是说亏钱呀、啊，或者是干嘛的，就是哪怕就自己就大家辛苦点，肯定会来，因为真的就是想把这个关系一直给维护下去嘛。因为本人自己因为对台湾有特别的情结，对，所以就我就说到做到就来了。而且你刚刚讲到演唱会好了，我听说你有个心愿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站上台湾小巨蛋开枪，对的，即便是参加别的活动，有唱歌都好。对，哪怕就是说很多就是拼盘那个演唱会，就是一个表演嘉宾在上面唱了一首歌，哎，其实也差不多也满意，就是过瘾了这样子。希望大家媒体大哥们可以多多帮忙，让我们的李哥可以完成这个梦想。然后台湾的粉丝朋友们也要继续多多支持他，然后让他明年就上小巨蛋，好不好？因为现在十二月了，有点赶这样子啊。对，我订不到场地了。对，十二月了，好，所以再给我们李哥一个热情的掌声，也谢谢他。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拍个照片 ，OK， 好，我们拿一下我们的零钱拍个照。好，我们一样视线从左看到右。好，再看一下右边。好，来，紧接着换上这个是我们的零钱箱。这个零钱箱呢，在明天的粉丝见面会现场呢，所有入场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黄立格一起做爱心。所以呢，我们进场的时候，我们先收身，先把皮包打开，所有现金全部投进去，免得大家都不带钱了。我跟你讲，都带一个悠游卡。U 卡我们照收，拿去退。好，希望大家可以明天在他的粉丝见面会上面呢，可以投下零钱或者是发票，然后跟着李哥一起响应公益，然后帮助红星智慧的弱势家庭跟弱势小朋友，然后让他们筹募三餐的餐费。好 ，OK， 这个时候我要给粉丝朋友们一点福利的时间了。请你拿着这个专属让粉丝们拍个照一下，然后我们离他近一点点。哇，赶快赶，我们太近太近，好，让他们也可以有机会捕捉到你的画面，然后他们可以回去分享。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做电子媒体的联访咯。好，让你们拍一下。好，我们通常给粉丝拍照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大概都是一个钟头而已啦。对，好 ，OK， 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进行电子媒体的联访。好，我们请中间稍等一下，要做个访问。好，好，要外套，等一下哈。那就你们谁问你问，好 ，OK， 交给你了。好，让他擦个汗。刚刚打完一场篮球，下一场下半场马上就要可以打了。我们请到的是那个三立新闻网的会长来跟你对打，会长。然后还有请到东兴的那个小谷来三对三嘛。OK， 好，等一下哈，门 OK 吗？等一下哦，等他们文字会过来问。好 ，OK， 好。
好的，这个时候我们的会就要差不多，那大哥们还要再补啊 ？OK 哈，好 ，OK， 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李格，谢谢。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今天晚上要去游船河，明天还有更多精彩的演出，希望你也可以赶快回到台湾来开唱，站上小巨蛋，加油！谢谢，谢谢。